这首歌叫米巴六，米巴六是美语发音的歌哈。知道什么是美语吗？还是没有人知道，我的眉毛有点乱。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了。哎，知道什么是美语吗？啊，不知道哈。他们的叫我们怎么玩下去，太闷骚了他们。那我们加强火力。那个有汤的那个举汤好不好，没汤的加汤啊。哎，旁边的朋友来，都放进去啊哈。哎，干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在台上表演的人会很尽心尽力，好不好？那观众也要扮演好观众的角色啊！啊，你们都没有讲话，啊，也没有什么表情，啊，我们就自问自答就好了、啊。那我们干嘛还要来？那我们就向后转，哎，来给自己掌声加尖叫，是不是？我有个朋友在慈济医院当外科手术的医生哈。他说男性朋友喊不出来，表示某一些功能是有障碍的哈。我再喊一次，来，掌声九九九，是不是肺功能没有问题啊？那个喊不出来医生检查一下他的肺是不是有问题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米巴六是美语发音的歌哈。知道什么是美语吗？漂亮。如果小白怎么了，他讲的是阿妹，他说他知道这样、啊、你们都不知道，很可悲呢啊。如果阿美族语叫美语，请问一下泰雅族语叫什么？漂亮啊。布农族语叫什么？不言不语。哎，我想都布农族的、哎、你们讲的呢。好，开个玩笑哈。那米巴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互助合作的意思。像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什么叫互助合作，现在的人都听不懂了、哦、我打个比喻，像很早很早以前货币还没有流通的时候，这样听得懂了吧、哦、你们都比较是不是都不在意我们，我们都讲文言文哦。等一下啊，懂了哈。哎，谢谢。那个时候呢，部落里面有两种生活的形态，第一个就是那种叫什么哦，以物易物，这样有懂吗？以物易物，哦，还是没有人讲话。比如说用香蕉换巴拉巴拉换玉米，玉米换地瓜，地瓜换芋头，芋头换小红酒，小米酒换红酒，啊、哦，类似这样。这个叫做以物易物，知道了吗？另外一种就是用劳力跟劳力交换的，只要是大型的工程啊，做沟渠啊、插秧、割稻、盖房子，都是全聚落的人一起参与。什么叫劳力跟劳力交换呢？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打工换宿，有没有？就懒惰赚钱了、啊、就是在那边骗吃骗喝，有地方住这样。啊，开玩笑了哈。像早期都是，比如说，我帮你插秧，啊，你就会帮我割稻，类似这样。了解了没有？啊，美语就叫米巴六，来讲一次。米巴六，谢谢。啊，因为现在很少人在做这样子的米巴六的行为，那我只好用歌把它记录起来，然后一直提醒大家，我们可以是米巴六的。比如说你那个喝不完，我们的鼓手很渴，他可以帮你米巴六。这样了解了没有？好，掌声加尖叫。来，双手打拍子来，三姑娘。
休息一下好了。还有人都没有表情哦。谢谢大家的配合啊，给自己爱的鼓励好不好？你爱的鼓励都没有什么精神。好，我发号一下实力，来，双手拿出来，来，香港的朋友一起来好不好？爱的鼓励会不会？好，来，嗯，拿出来，爱的鼓励一万次，一万次，谢谢。你这样对得起公卖局吗？啊，不，现在已经没有公卖局。烟酒公司嘛，你们的耳朵真的有问题。再来一次好不好？这个爱的鼓励一定要很整齐，而且这个爱的鼓励很奇怪，越多次它就越整齐。来，双手拿出来，爱的鼓励十万次，十万次，哇，太棒了！为了这么整齐的爱的鼓励，我们愿意唱一首新歌哈。